你早，早上的7:05，台北时间7:05，今天11月3号，星期五。各位读者，各位539会员们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看到昨天开奖报告啊，我们非常开心，也非常的愉快，继续中奖。啊，全车二中一，没有人一只中一只的了。我直接跟你了当，我全车二中一，一个月都中过15次，中过10次都很简单，啊，那最少那个也中个6次7次啊。那么昨天全车二中一，我们用1033，结果我们开奖中了10。B 组号码1033碰5尾碰包8尾，结果我们中了10510啊，1038连庄，恭喜各位！各位赚的钱要懂得用，记住，1/3花在买菜吃好一点，1/3拿去观光旅游吃餐厅，再1/3要拿来用来凹的。如果你不想存钱，你就用这方法，你一辈子都过得好生活。这是我给你的建议，你不要这2期赚的钱你通通花掉了，到时候没有熬赔了钱在那边苦哈哈。我告诉你，我赌了30年，人生经验太丰富了啊。今天呢礼拜五，有没有看到外面天气阴雨啊？大龙菜市场也没什么人啊，都撑着雨伞上课的上课，现在是7点多了啊。我们人生呢，不如意十之有八九，千万记住啊，十赌是九输。人生有高峰有低峰，我们现在进入高峰期。各位，我的牌子不是上半个月连中，就是下半个月都不中，要不然就下半个月连中，要不然上个半个月都不中，但是从来不赔钱的。你会赔钱吗？你照我的方法用凹的钱摆在那边不要花掉。你看11月1号、11月2号你不是连中了2期，你花掉了后有屁用啊？很多人说我出去旅游，我出去干嘛？可以，只能用1/3的钱啊。新会员老会员，今天没有寄2000块来的，绝对不再传送539资讯给你。今天赶快寄出2000块，因为连中2期啊，第3期我们要多收1000，吃红的红包啊！第3期记住哦，第3期要吃红的红包，恭喜各位啊，发大财！相信我的老会员都有福了，我跟他讲我会让你过年前发大财的，果真不错，连中2期，继续中，今天也是继续中。今天中奖机会80%。